就尽力发挥吧，是放轻松，然后享受比赛，然后就训练一半，家庭一半，然后当然就是如果待在家里就做好家里的事情，如果到训练场上就是把训练做好，比赛就是就多出去比赛，然后压力也不用放那么大，就尽力发挥就是。我们有奶奶的帮忙，所以她应该说小孩子在她也很开心，就是蛮希望自己小孩能在球场上就是看爸爸比赛，就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不管就是什么身份，然后我都会尽力去做好自己。